Hello， 亲爱的 mini 小伙伴，今天我们来玩古墓笔记。只要打开这一座大门，就能。姐姐，就能干嘛？你倒是说呀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这里有一个发射器，我懂了，一定是要我炸掉古墓大门。你们，这箱子里还有火箭弹，只要打开这个，嘣！好吧，好吧，这气氛变得有点尴尬。应该先把火箭弹放到发射器中，然后开炮，完美炸出一条通道。里面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出来送命了，何须动手？就让太阳晒死你们！嘿，有这个宝箱，初始装备不错不错，有香喷喷的烤鸡，还有辣条和武器，一份来一样。哎，你个臭野人，没事干嘛打我啊？里面还有两只啊，不对，是三只，什么东西挡住我的视线呢？这都什么东西啊？天哪，天花板上还有很多的蜘蛛精，我不会是来到了盘丝洞的吧？在后面的角落里，我找到钥匙了。这些蜘蛛老是喜欢在天花板上掉下来吓人，已经知道你们的存在了，快下来送命！可算将你们清理干净了，可以安心的探险路。将开关放在这里，得嘞，下面有水池。妈呀，怎么还有蜘蛛啊？没有了吧？好啦，前面又有一扇古墓门，钥匙在哪呢？这地毯下似乎没有按到啊，那一定是在水池里啦。有一个箱子，找到了。将开关放在这个青苔石吗？芝麻开门，哇塞，是熔岩巨兽还是两只？哎，还好反应及时，要是被他们给一拳，那可能我这命就休矣了。我又看到了臭蜘蛛朝飞来了，真是调皮，找钥匙的。这么多箱子，看情况作者并不是藏钥匙的人，这箱子一定有通关钥匙，一个一个开，我就不信找不到。这一排似乎没有，那另外一排呢？只要注意整理，一定能够找到的。看吧，钥匙到手，下一关卡。这里是墓室，我的天哪，好多的蜘蛛！妈呀，这一定是盘丝洞！大眼珠，饶了我吧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！打不完了，你们就不能一个一个的上吗？欺负我个弱女子！我喝口药，气死了！半路杀出个野人，先找钥匙先。打得我好累啊！留意缝隙处，我在最后一个棺材处找到钥匙。好啦，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你们这些蜘蛛，暂且放过你们。迷宫三个方向，那就先从右边开始，一路走到尽头，找到宝箱了。这一条迷宫啊，太小儿科了吧？回到原点，往中间走，一个拐角处找到了铁门。下一关卡有空气墙、放心彩，但心也怪累的。拿到钥匙路，走啦。啊，这是我怎么掉到岩浆里了？作者，你欺骗善良的我，我的东西全都没了。这关卡还过不去，不行不行，我绝不允许，我重新来过。哼，来啦，可恶的作者，小心为妙，先放钥匙再过去，完美。这里是好多的激光啊，姐姐快看你头上，头上，妈耶，好多蜘蛛掉下来，这都什么呀，好可怕，差点就狗带了，还好激光助我一臂之力，将他们全都烫死了。我看看上面还有一群的蜘蛛，太吓人了，把你们全都引过来，然后让激光效力，这下你们没辙了吧。有个箱子，顺利拿到通关钥匙了。穿过这扇门，我终于可以通往外面的世界了。旋转树木，小意思啦。最后成功出来了，但这个古墓是骗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